网路通贩最佳逆龄爽。哇哇，对。是逆龄的乳霜是怎么样逆龄？就是它不会有擦了以后就是呢，你50岁让你变40岁，你40岁让你变30岁，这叫逆龄。哦，那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要冻龄了，冻龄已经没什么了不起，对，我们要逆龄，对，所以我帮你选了这管。这个很大家都知道，来自日本熊本的，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强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知道它在日本的8支商品啊，都有得到国家级的抗皱认证嘛。但是她在这一次我们第5届的女人我最大赏里面入围7支，8支商品入围7支，哇，7支都得奖，哇，好厉害！那用的时候呢，量很重要，一张脸大概是2公分的量，很少。OK， 那像我这么肉脸也是2公分，哎，你可以3公分啊。佩仪姐想要多一点点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对对对，下去脖子，对啊，啊，反正都得奖了，大家再来试试它嘛。好的。对，来试一下它的质地。但是呢，刚刚佩仪姐也讲了，胶原蛋白很多。没错，这一瓶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在胶原蛋白。哦。然后还有呢，刚刚新梅姐有讲到了一个海鳗鳗鱼，一的是海鳗、松雕2种胶原蛋白，所以它有满满的胶原蛋白。这一次啊，他们发现这第18代的这一瓶胶原蛋白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，它竟然可以让松雕跟海鳗的胶原蛋白的增长量可以再多30%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天天在吃的一种东西，酒。没有人天天喝酒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饭，对，是吗？白米，真的假的？白米可以抗老哦，就是白米精华。老师介绍我用这个商品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非常了不起。那我以为就是日本都买得到嘛？不是，他去日本还是要打电话。对，他不是重新再送啊，他全球统一一样都要打电话。对对，而且我们不用自己逛街去买，他会自己送。对对。而且他最贴心的就是他有试用组，而且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保养之后，你真的可以逆龄。你可以现在看一下镜头。没有，我们先从上面看他的眉毛。眉毛就歪了，对不 对, 對？然后你再看他眼睛，眼睛，然后你看眼尾，下垂好，然后再往下看他的眼袋，有没有？两边的眼袋，还有法令，还有对泪沟，最恐怖的是他的法令纹。我现在还没有到这里哈。哎，我刚刚还没有很认真的帮他使用，拉一拉，拉一拉，对耶，你们还没认真帮他按摩，对，可是一点都不油腻，很透气，他吸收力很快，而且我说他眼周、唇周都可以用，是因为他没有防腐剂，没有酒精，没有香精，所以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汉方的一个保养品。冻龄不稀奇，现在姐姐要的是逆龄，选择有抗老成分的保养品，早晚清洁后使用，想逆生长不是梦。